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你好，我是钟钟宏教练。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你好，我是钟钟宏教练。在这里想为演梦三梦想87号杨春磊选手谈一谈你的海选演说微笑国度这篇演说视频。首先非常欢迎春磊又回到演说梦工厂，而且是在我们海选第二轮开放的最后的时段终于赶来了，非常谢谢你再度支持演说梦工厂。要不然演梦二的八强选手，全国八强选手只有汉杰一个人孤单作战，至少有现在你回来陪伴啊，一起来为演梦三的这个竞争平台带来更棒更好的演说视频，就在后面的圈子哦。因为真的我对你和汉杰两位的演说的功力跟你们的思维是充满信心的，对你们的进圈之路是非常乐观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从这篇海选春磊非常有力的证明你的实力，从开场这样重复两次重复一次就是两次的口号开场，有笑容跟没笑容来直接带出你的主题微笑国度的微笑，非常有说服力，直截了当。然后后面整个的铺陈甚至你的呼吁叫我们每天微笑跟身边的微笑，都是达到演梦对一篇好的演说的期待，而且结尾是有那种文学的有画面感的一定的境界，微笑国度的一朵花在你脚边盛开。所以我说春磊的实力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这么样个棒的演说我也没有不会在你的技巧或者内容上面有任何的建议，只是呼吁春磊注意你的时间，下一回的时候保持在演说的时段，因为这对每一位选手都是公平的，一样的时间的限制，呈现更棒的演说给我们。好，再度谢谢并欢迎春磊回到演说梦工厂，我们期待您之后更多更棒的演说，演说梦工厂等你来上场。我的舞台是海阔天空，一天天一步步冲，实现美梦。我有个梦。